今天体验服调整更新，韩信、武则天因不知名原因下架体验服，这些啊是体验服目前微调更新，所以暂时下架。另外呢，有玩家期待已久的张良终于重做归来了。早之前由于张良的普攻技能无限僵持下架，技能微调后再次上线，基本还是不变的，一技能依旧是四书控制，触碰之后就会消失。二技能呢则是法术防御塔，该技能可以储存三个，团战最多存在两个。这个机制发现和某些英雄很类似哦，比如说前段时间重做不久的周瑜、扁鹊，这些都是技能存储机制，大招强化的就非常的强了。除了对目标压制两秒以外，范围内的敌人都会受到一秒眩晕。目前大招的链子变成了透明色，范围内有透明圈，一局团战控制两到三人将不再是梦。另外关于张良的作用变得额外的明显，除了压制刺客前排以外，现在更重要的就是对战场的分割作用，一技能和二技能都能够形成分割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记得点关注点赞哦，拜拜。